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有点特殊啊，对于传统的观众朋友来说呢，他还是比较陌生的。他最近在这个游戏圈里面呢是个风云人物，我们新倩女幽魂的总策划肖奈，我们掌声欢迎。大家好，首先要恭喜你啊，这个手游和端游双双获得国际大奖。谢谢。这两款游戏呢除了口碑上的胜利啊，在这个商业上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我刚刚看到这个数据上显示，你们这款手游现在每个月有2亿的流水啊，这对于手游来说现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成绩啊，而且这个端游的在线人数也是破纪录的。那你在做这两款游戏的时候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成功吗？我们团队策划两款游戏的时候还都是在校学生，那个时候的端游和手游没有现在这么火热，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想过如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只是为了表达一些自己对于游戏的想法。哇，真的很棒啊，一款手游一款端游让你们公司一跃成为了这个游戏界最有投资价值的公司。那据说这个封腾要收购之一是真的吗？Thank you.
家集合一下。那个老师，我们先坐下。我帽子歪了。哎，那个中间男同学高个那个，你对对对，就你到那个边上去。对，好。哎，那个穿花衣服那女生，你把你那个衣服给我藏一藏。哎，好。就不能有点不一样的青春吗？来来来，准备好了，三二一。你们看哪儿呢？看我这儿，你看那边干嘛呀？哎，那帅哥，你躲树后边。来来，看这儿啊，三、二、一。好，来，我们来第二张，第二张咱们搞怪一点啊，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很好。咱们第三张把那个帽子全都扬起来抛起来啊，来，三二一。哇，喂，你快把大神叫过来，我要跟大神合影。未婚夫，嘿嘿，这把大哥叫来啊，帮我捡帽子，快去帮我捡帽子啊。哎，你来了！哎，给我们拍照！别拍了，别拍了啊！哎，别拍了啊！哎、快点，快点，好热闹啊！光芒万丈的肖先生，我的舍友想找你一起合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合影？这个要问我女朋友。不是未婚妻吗？抱歉，口误，是要问我的未婚妻愿不愿意。好吧，可以可以，走。干嘛呀？给你们俩照。哎，大神来了！大神，我要跟你拍个合照。微微，快点，我们也要拍。来，一二三。好了，还要吗？大神，你给我们拍个合影。赶紧的，赶紧的，四个人，快点，快点。来来。哎，我这。一二三。八二喜，有戏呀！哎，快来快来！啊，要不要把二喜抢回来啊？你是不是有点傻？你难道感受不到二喜跟曹光之间那种粉嘟嘟的氛围吗？这是爱情萌芽的经典桥段。This is my best friend.谈过恋爱？有吗？抱歉，我带走教育一下。哎，他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应该不会造成校园公务损坏。我才没有担心校园的公务。小乃师兄，你怎么有空看我们拍毕业照啊？你不是在做访谈吗？师妹对师兄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连我做访谈都知道。我也就看了五六七八分钟吧，加起来26分钟，所以看到重点了。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未婚妻了？你说呢？你好，请问你是香奈师兄吗？我是你的粉丝，我是新倩女的专属玩家，我想要你的签名，可以吗？我的签名大概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谢谢你支持我们的游戏。嗯，我会一直支持下去的。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俩了，师兄，拜拜。走了，未婚夫，帮我拿行李去小林家。Thank you.
微微，我什么时候答应当你的未婚夫了？大家都这么熟了，帮你拿个行李应该没问题。毕业了，我们四个还是住在一起，就是把宿舍变成了小林家，感觉都没什么毕业情趣了，而且工作的地方又离得这么近。你们住小林家，大钟没意见。他为什么有意见？上车。大钟没意见，我有意见。啊？被子还有枕头什么的都搬去小玲那儿了。用我的。可你就一个枕头。够用。
我就上了个洗手间，做了什么呀？让大家误会我要抢亲？我现在要是狂奔而去的话，八卦的群众肯定会认为我是伤心泪奔。怎么回事啊？你昨天不是很爽快吗？而且我也给你补偿了，你自己不要的。同学，我只是来看看热闹而已。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啊，哎，有了。瞧一瞧，看一看啊！满级药师新出炉药品，交易行价格八折起。满级药品啊，这八折，这么便宜，这么便宜，我要，我要，哎，我也要，我也要，哎，我也要，我也要，我先来两个，别抢啊！哎呀，别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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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点秩序，排队，排队。哎，什么时候再卖啊？就是对呀，对呀，什么时候再卖？是啊，看心情。哎呀，哎，走走走走，散了吧，散了吧，走走走走走，哎，散了散了散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芦苇微微。高手，一笑奈何。大神偶像，有钱人呐！一笑奈何兄，你叫我。你觉得这场宴会怎么样？难道大神也是来八卦的？很盛大。那你想不想来一场更盛大的侠侣宴会？跟我结成侠侣。你被盗号了吗？你有没有看过官网的最新消息，关于侠侣 PK 的？所以你是为了 PK 大赛才找到我的？是的。为什么选我？你是唯一上 PK 榜前十的女玩家。这位奈何先生可是很强的 ，PVP 榜第一。如果和他联手的话，本服的第一起码有一半的把握。我第一次找侠侣是为了任务，那这第二次找侠侣难道是因为 PK？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为了任务，不是为了 PK， 我又干嘛去跟个陌生人捆绑呢？而且奖励那么丰厚。结吧，我们一起到三乘十。等等，我还要准备一下。三天后，八点。准备什么？侠侣宴会。公证一下就好了。为了一个 PK 大赛，不至于这么隆重吧？我一笑奈何的宴会，怎么可以随便？兄弟们，好消息，
好消息呀，我们脱光有望了。耶！喂，你们给我点反应行不行啊？脱光是什么东西啊？很稀奇吗？我每天洗澡不都脱光光吗？我勒个寥寥，活该你单身呢！我是认真的。哎，前一阵儿结识一个妹子，小花宿舍的，小花知道吗？有点印象，好像叫孟浩然对吧？孟浩然，我呸！孟浩然是写那个《长恨歌》的那个，人家叫孟依然。sorry。然后呢，那妹子是对你有意思啊？那当然，我这么帅，对我没有意思，简直是不符合常理。我现在呢，就等着那个妹子来勾搭我了。这不，今天就给我来消息了，说校花电脑坏，叫我们帮忙去修电脑。哎，怎么坏的？好像是内存卡坏了吧？无聊，一点技术难度都没有，活该你们一辈子光棍。来，给你们支个招。咱们可以杀进他们宿舍，然后修个电脑，吃个饭，再然后……我虽然是有兴趣，但人家会不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猴哥，做人呢要有自知之明。我们的目标当然不是校花了，是校花身边的姐妹。至于青春校花嘛，就留给……我在游戏里结了侠侣，改天介绍你们认识。你在游戏里结了侠侣？所以我现在也有家室，帮别人的女生修电脑不合适，你没有兴趣，自己去吧。肖奈哥哥，你的侠侣求认识。就是啊，老三，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何方妖孽，居然让你动了凡心。